刚刚的操作是不是很神奇？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陈宏达。如何让城市更安全、整洁、便利、有序？如何给老百姓的生活带去更舒适的体验感？今天我们要去体验一个强大且智能的城市管理系统，走进它，去看一看它是如何帮助我们解决各种城市难题的。 青源路出现井盖一位问题，请及时修复。我们刚刚看到的就是通过智慧城市管理系统进行的城市道路病害修复工作，工作人员通过指挥调度平台就可以高效地解决问题。那么，它是怎么做到的呢？ 我们在整个新京区铺设了一张巨大的智能杆子网络，它由各种物联杆子设备组成，能够帮助我们持续不断地监测我们城市的状态。道路巡检车可以实时地对采集的图像数据进行一个处理和分析，并给出精准规范的数据参考。像这样的智能设备还有巡检机器人。智能巡检机器人会自主巡检，帮助执法人员主动发现城管事件，同时 还能对不文明行为进行劝导，请自觉保持环境卫生，不要乱扔垃圾。作为城市大脑的智慧城市管理系统如此的优秀，那么在面对违规张贴的小广告的时候，它会如何处理呢？执法人员将小广告问题上传系统后，系统可以事先对小广告上的信息分类、拒档，对于长期张贴广告的手机号进行自动告警。 严重时会锁定其号码，并联动运营商统一进行管理，从源头上杜绝此种行为。我们的智慧城市管理服务平台融入了 AI 政务大模型能力，实现了全流程闭环管理，相比传统的工作方式来说，大大的提高了工作效率，真正的实现了高效处置一件事。 智慧城市管理系统实现了城市多网融合、数据信息共享，让城市管理更加耳聪目明，也为城市管理精细化、智能化、科学化提供了动力。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数字民生》。我是一名基层工作人员。 我每天的工作是采集、统计老百姓的相关信息，但信息反复采集，表格多头报送，过程很繁琐。我是一名退役军人，以前在申请救助时，往往要跑很多部门，流程繁琐。我是一名老人，申请医疗救助时，要跑很多部门，材料多次提交，流程繁琐。 我们都希望改变。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陈宏达。随着社会快速进步，政府部门如何通过智能化平台更好地服务民生，并降低基层工作人员的工作强度，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那么，智能化平台是如何简化老百姓申请救助的流程，并给基层工作人员减负的呢？让我们去一探究竟。 我现在来到了成都市新津区的一个居民社区，有了大数据平台之后，基层工作人员他们是怎么采集数据的呢？
现在采集数据非常高效，数据平台可以自动统计监测分析，比如现在我们统计整个区域的人防数据，我们只需要在系统更新，各部门就可以到中台取数据了，非常方便。通过这张人防信息图，工作人员可以清楚地了解到本社区居民人口信息、房屋信息等综合数据，及时地处理居民诉求，更好地为社区、为人民服务。大数据平台通过协同联动，能够轻松实现数据多方交换共享。目前该平台已有34个数据方，汇聚了20000余个数据源，60亿余条数据，日均更新数据600万余条，日共享调用数据8000余次，保证了数据鲜活、实时精准。作为城市智慧大脑的数据平台，还可以通过救助通帮助老百姓更加便捷地申请救助，帮助你选择你需要的一个补贴。现在申请医疗救助走医上很方便。通过调取数据中台数据和算法，它还能根据库内数据为待救助对象生成最优的救助方案，简单高效。依托数智民生工程，这里实现了数据赋能基层社区，减负增效，又简化了老百姓申请救助的流程，让我们的城市更智能，生活更温暖，老百姓更幸福。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智慧农业。哇，哇，太酷了。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陈宏达。我现在位于成都新津天府农博园，这里占地面积约113平方千米，其中核心区面积2.7平方千米，建设高标准大田3000亩，种植水稻、油菜等农作物。就像刚刚我们所看到的，这里处处都是高大上的新技术。我今天的主线任务就是要探索隐藏在这里的高科技，走，我们一起去看一看。新时代的农民是怎样耕作的呢？智慧化的喷洒当然少不了，植保无人机就像是跃动在田间的小精灵。那么它是怎么工作的呢？这架植保无人机采用了北斗导航系统，能够实现精准定位、自主规划路线，实现我们的一个智慧喷洒。这是我们作物展示自动观测站，它可以观察、监测、分析我们作物的一个生长，又可以在远程通过我们的智慧平台看到我们整个作物的一个展示。除此之外，收割也得是智能的。在我身边的就是无人驾驶自动收割机，它的作业过程行云流水，几乎没有落下任何一颗果实。那么它是怎么做到的呢？这台无人驾驶收割机兼容了北斗全球导航定位系统，它的行进速度、方向都能自动调整，可以实现路径厘米级自动跟踪，能高效收割。我现在要去下一站了，让我们一起去农博园的智慧大数据平台看一看。智慧农业大数据平台运用物联网传感器获取农田环境和作物生长数据，实现数据感知，可以更好地实现农田智能管控。农户还可以在手机上实时监控和查看作物情况，在家就可以管理田地。沃野听麦浪，稻香说丰年，成都新津天府农博园充分展现了数字化时代下的农业生产新模式，将农业与乡旅相结合，为打造田间盛宴与助推乡村振兴提供了动力。